谢国防部空军司令部的乐队表演。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空军乐仪队，今日很荣幸参与贵校20周年校庆运动大会的表演活动。空军乐仪队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勤务及双十国庆等表演，今天空军乐仪队将平时需在国庆大典上才看得到的操演移师到贵校，让在场各位小朋友们一同观赏空军乐仪队精彩的表演。欢迎空军乐仪队精彩的演出。首先由空军乐队演奏气宇非凡响彻云霄的双十进行曲，为今日校庆运动大会活动揭开序幕。接下来由空军仪队利用充满精神力道的枪法与整齐划一的走位，展现他们平时之间严格训练的成果。空军仪队所使用的枪是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的30M1步枪，这把重达6公斤的步枪，是相当于在同学们书包里装了12本课本的重量。如果没有强健体魄及严格训练，那操作起来一定是非常困难及具危险性的。刚才所看到的枪法都是略为简单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把动作难度再提升一些，将做出困难的离手枪法。首先是侧边旋转540度的侧旋，再来是空中旋转720度的空抛，是不是很厉害呢？紧接着一队队员们将要利用他们强而有力的手臂做出整齐的单手行进转枪，请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鼓励。现场的乐仪队队员们在演奏及操枪时看似简单，但却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及自我要求后才能有今日完美的表演。最后空军乐仪队全体官兵在此预祝同安国小校庆运动大会顺利成功，谢谢大家。